我现在是在古蜀国的都城曲上城这里，现在这里叫海窝子。每年夏天啊，这个时候非常多的人到这里来避暑。那今天我就带朋友们来看一看，夏天海窝子这边凉不凉爽，是个什么样子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，街上的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多，站在敞口风吹过来倒是有几分凉意。晚上和早上这里凉不凉快我倒还不知道，不过现在这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热哈。旁边在河沟哈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条水沟，水沟中呢水是从尖江里面流过来的，所以说清澈又清凉。大家都坐在房间里面或者是房廊之下乘凉，街区当中倒是少了几分风的感觉，有一点闷热的味道。街旁边哗哗的水声有几分清凉，不大的一个小花园，绿意盎然，更有清凉感。哦，小娃娃也采吗？没有，挨了一下。他不敢去。意思是我们挨了一下，挨了一下热量算是挨一下，不太多了，我感冒。花的韵味也让老街多了几分美，美中带着浪漫，也带着柔和。古街木门之内时常都有声音传出来，传出来的是这里的情节和老人们的记忆。街上我随处都能看得到有出租房屋的，有月租，有日租的，一间两间三间，就这么零零散散的散租出来。或许城市里面许多人就是租到这样的房屋在这里避暑。平时的小镇没有太多的喧嚣，也是小镇上难得的清凉。走在街上的人，坐在房间的人，并不一定都是这里的人，好些都是在这里常住的避暑的。享受的是清凉，看到的是感觉，历史的韵味倒是被古镇的清凉霸占了几分。一栋栋房屋，一条条巷子，都不同程度的吸引着人来到这里，要么避暑，要么休闲，要么逛逛古镇，尝尝这里的美食。街上的花，一朵两朵，一盆两盆，一排两排，家家户户的门前总是都有。曲上故都，渔湖王，高高的站在山顶，诉说的不是现在，而是故事。传统小镇店铺的感觉依然还有，休闲和清凉使得我在街上多走一段。有人说这里的清凉不能与白水河白鹿镇的清凉相比，但被热暴了的人还是有些享受。只要不走到太阳的下面，巷子里面街上依然是充满了凉意。小镇外面的这条河叫尖江河，我站在尖江河畔，一股河水的清凉感扑面而来，倒是让我舒心了不少。在河的当中央，这里是叫纸马坝，纸马坝在这里可谓是一个传奇。大家可以看，在上面尖江水流下来过后就被纸马坝分成了两半，这边一条河，那边一条河。有说是纸马河是曾经曲上城的位置，
夏天有水就有欢乐，古镇旁尖江河里面也是这样，耍水戏水的人不单单只有大人，还有小朋友，清凉感让人们不由自主发出来的那种欢快的声音，在这条河道上随处都能听到。基本上站在河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晒得黢黑，这个时候也不在乎美，在乎的是凉快安逸。古镇的清凉抵挡不住的诱惑。